那男的咋办呀？男的死去现在。为什么会有两封信啊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两封信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小胡，你写了啥呀？他这么激动。结婚。梁小笑，你怎么这个样子？生气了。完了，梁小完了。完了，完了。干得漂亮。面子不重要，胜负欲比较重要。给我晕到门口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你看我都不需要防守。你告白成不成功，在此一举。哎，梁小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子？对啊，行了，行了，完了，生气了，小胡。梁小，你真的是，你没戏了，我跟你讲。你没戏了。赢了比赛，输了人心，输了人生，这是。哎呀！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我这个腿吧，刚才不受控制，你知道吗？找补，你还快点别跟我说话了。真生气了。那我跟你讲，肯定生气的。要我，你要这么对我，我肯定也生气。我碰都不会碰的，对吧？小熊真是把兄弟扔出去了，哎呀，一怂到底，插刀。完了，扣分了。你要跟着我。答案，完蛋，真生气啊！我觉得小胡不会真生气吧？你要跟着我。啊！天哪！天哪！完了，为了团队。真的生气。你不能抱着跑来吧？哎呀，梁笑有点尴尬。那我怎么跟他走啊？真生气了？跟闹着玩呢。哦，撕下来了。你坐会儿吧。哦。天哪！我觉得小胡哄哄就好了。我对你也很失望。哎，不是，我没想到他能那么听话。你真的蛮失望的，没想到脚就往那走。我跟你讲，刚才小红怎么说？如果我俩对抗，他直接帮我把球送到我的球里。你说听着，这算不算猪队友？哎呀，这个我真的天火了。赶紧散散发，别生气。真生气了，啊！完了完了完了！哎呀，哦，完了，这会儿真的很难哄了。啊，我是真生气了。这个结果我真没想到，但我觉得小胡应该很好哄的那种女生。哎，不，她现在是自己下不来台了。对，对，她就是最开始觉得哼，然后哼着哼着觉得哼，就是气死了。刚开始还有点好玩，对对对对，到最后就会有的时候搞得真生气了。对，梁霄其实是我觉得会最让着对方的。但是他没让梁霄，应该一怂到底。对啊，我就想他怎么会不让呢？我觉得梁霄，你们把他想太复杂了，他就觉得好玩而已。就是你以为我一直让着你吧，最后哎皮一下。对对对，我也觉得，真的女生很容易。我跟你讲，你们男生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，女生真的很容易恼羞成怒。这个恼羞成怒是就是愈演愈演着演着成真，演着演着就成真了，就是不生个气都爆收场了。那就是别演呗。啊？不，你看这就有男人想法，就打齐根儿，咱就别整这出。那不能，那她女生就是这样子，不行，她就是弯来弯去。大脑结构不一样。她可爱也在这儿。男生是线性思维，任务性，就解决这事儿就行了。对，女生是网状思维，这还得关联好多呢。嗯。那么你们就是把这网夸就撒出去之后，我们该怎么收这网？这网不好往回来，我们得找从哪走啊？我有个朋友的解决方式是，哎，你就让他生气吧，也不管他，可以吗？不可以，也不行，行，那就完了。这句话好用吗？就是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没事，回去我自己哄。你跟谁说？你跟大家说，不能。那你这不就说女孩小气吗？对呀，这话我们可不爱听。什么叫你自己哄啊？姐妹们上，毒打一顿，弄个连通挨顿打。老秦，这八节线下课都白上了。那男的咋办呀？男的死去现在。现在男的当场暴毙，除了暴毙以外，这真的解决不了这个事情。我除了离开这个世界，我能远离这个事情，还有什么办法能让远离这个事情、啊？冷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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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东西、啊？为什么要这样子？我就问我们男人活着是不容易啊。
冷静冷静冷静。感觉你的反应应该是带入了一些自己的经历。跪地上抽自己嘴巴，啪！我怎么这么笨？我怎么这样？默默，我觉得我们两个经历了很多事情，其实大家都看到了。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很抓马，真的太抓马，太抓马了。如果我在电视机前看这个东西的话，我觉得这一定是有剧本的，这一定，这不可能是真的。但他的本质其实我是最了解的，他就像，是吧？你们总要说他像以前的你们，但他确实是很像以前的我。真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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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开玩笑，没有开玩笑。好胜心很强，从来不指望他人，即使指望他人是更明智、更优秀的选择的时候，他也不会指望他人，他还是想靠自己。我觉得他能可以继续这样坚持下去，并且不依靠他人，这是一种很坚强的表现，所以我非常喜欢，所以我非常喜欢。哇哦！安琪就是，安琪是我来这儿第一个发现跟我很多想法一模一样的人。嗯，我们是在这儿，就很快的成为了那种，好像过命的交情的那种感觉。哦。然后过命。越到后来，我就越发现，安琪就是哪儿都挺好的，跟我就是哪儿都挺合得来的。嚯。哟。嗯，然后对我也是，主要我跟他说了，我跟他说太多了，就挺好的，挺喜欢你，就挺好的，挺喜欢你。竟然是第一个，我真的没想到，赤诚嘛，冷不冷？现在有点冷了，我这给你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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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的，我快点。那这给你干什么？对，所以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？这边有两封信啊，好会演。你为什么会两封信啊？最后一天有两封信，没几个。哎呀，谁暗恋我到最后一天才说出来？真的是。你为什么会有两封信啊？我也不知道什么会两封信、啊、全部都很美好，但比起这些我更喜欢只有一只与你一起分享的耳机。哦啊，这段我们看了吗？没有。嗯、啊、我们没见过。对呀、啊、他们到底干嘛了？还有什么我们没看的？怎么有两封信呢？哎，我也不知道谁暗恋我。对呀、啊，最后一天。最后一天才暗恋我，真的是。一直想补回这封信的，一直没有机会，今天真的最后一封了。哎，我跟会谈恋爱的人还是很开心。嗯、我写两封。哦，我第二封是写给第二天没写给他的信。听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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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子。你今天又没有三 D 字，又那么小，信又这么短。不是，你看，然后去不要。你这，你看我写什么？听子，听子，听子，听子吗？哇，他的每个信封都好用心哦。啊！你是不是也太过分了？怎么样？也太过分了你！那补一下嘛。你俩一个主意是不是？哎呦哎呦哎呦！我的天哪！赶紧按暂停，要不然都摔了。哎呦！输给他。我知道。哎呦！我笑我笑我笑！哎呦！好吓我一跳。不是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没事没事吧？我滑倒了，这肯定疼死了。我觉得老疼了，这个太亢奋了，滑倒了。咳我一下，我摔了。没事没事。啊，喘一口气，我想坐下上面，然后没坐稳了。这疼也不能说疼，对，必须得说没事没事没事。小胡，你写了啥呀？他这么激动。我啥写啥了？你没事吧？每个人都要负伤一次才行。就我们早负完伤了，你要不然你再去补一补啊，你再去补一下吧。再摔一下是吧？对，你再补一下吧。你要不介意，我推你一把。我推你一把吧。
哎呀呀！那你吹吧，你吹得动吗？你吹不动，哎哎哎哎哎，吹不动。看着我，看着我，认真看着我。喜欢我吗？喜欢我吗？哇哇！喜欢我吗？磕到了，我终于磕到了。啊，是喜欢，第一次。他在掩饰自己的紧张。妈！也肯定要留一辈子的。我也是。站着，站着，踩地，就这样站着，好。小孙同学，你不要对我有意见好吗？那你我从来都没有对你有意见。不愿意说。啊，那你别说了。哦。耶！我叫默默。啊，你好，默默，你好。那你要不要亲一下？这会亲吗？很敢的，我觉得他会的。差不多啊。敢不敢？我不敢。你怎么那么死？是。看着我。是。啊，这花也没有小虫子。我跟你讲，绝对是有镜头，没有镜头他一定是。溜。啊。没有吗？没了。孙胜文，亲我一下，亲我一下。你这个角度我很黑，能不能换一个我白？你什么角度都黑，亲我一下。为什么是我？啊！孙胜文，嗯，喜欢我吗？孙胜文，亲一个。啊啊！所以他们俩好了是吧？亲一个，哎呀妈呀，哎呀妈呀，亲一个啊，差不多得了，啊，走吧。好可爱，好甜，真的，好可爱。你知道我要说什么了？哇！我和刚才摔炮一样快乐。怎么回事？哇！哎呦！哇！他们要告白了。今天旅程虽然就要结束了，但也是我们的开始。希望我可以做你身边值得信任、值得依靠的那个人。哇，还得是难忘今宵。在这14天里面经历过的东西都是一生难忘的，也是非常独一无二的。谢谢你，红包姐姐。再见。我还挺晚跳。OK， 给你补了第二天的线。哦，现在就算你全勤了呗。治愈了。我觉得李明文其实应该是一挺闷骚的人。你看他想的这些方式。你关注我、喜欢我什么都是假的吧？妈呀！嗯，我现在就是如鲠在喉，你知道吗？我想先走了。妈呀！啊。这也太抓麻了，我没有想到我们能够从头抓到尾。那今天安排一个网友线下见面。最先还在一起对吗？他比我想象的。你们俩现在是？我挺喜欢他的。哦，那再补一吻吧。对不起了各位，我先怕没劲了。我刚口水都停。祝福你们结婚叫我。